亚平啊，丽娟咋还不回来呀？她跳操去了，不回来吃饭，咱甭等她了。二转身，侧脸打开，五六七八，现在可以吗？再来两遍。好，他不。那不回来吃饭咋还不说一声？那饭还做不做了？不是他那个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忘了跟您说了。嗨，没事，他不健身吗？这老人可真够难当的了。你说我呀，这饭天天就为他做，我就想啊，应该给他做新鲜的、可口的，啊，那个啥热乎的，啊，人家根本不稀罕，一眼都不看。这两天不回来吃饭，我就想可能又不合胃口了，换吧。不爱吃那个肉炖白菜，咱换肉炖土豆。那个不愿意吃干的，咱换稀的。还是不行啊，这顿饭就是不回来吃，就是不炒面，咋都不行。你说我这个婆婆当的可真够窝囊的。哎，一向 C 转身，转身翘一下，再来两遍，五六七 V 字步打开，一二，向 C 转身，翘翘。我怎么感觉你老跟自己过不去呢？他是参加健身班跳操，你健身又不是什么坏事啊？健啥身呢？啊，家里这么多活儿。多多少少干一点儿，不就把身健了吗？啊，还用上外头健去吗？在家不就把身健了吗？啊，还啥运动、减肥？你少吃点肉，多干点活，我看啥都有了。他呀，就是不花钱难受。你就护着他，都是你惯他，一点人样都没有了，目中无人。好吃懒做，你说我们当老人呢，咋说呢？嗯，咋好意思说呢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一句都不说。哎，这个家就是旅店，我呢，就是那个不要钱的贴身服务员。你说我咋伺候他？嗯，内衣内裤啊，都尽心的给他洗呀、啊。可是我就换不来，他叫一声妈。你说今儿早上起来，嗯，他从楼上噔噔噔噔噔下来了，对着那个鞋箱子，那声就跟蚊子似的，喊了一声妈。要耳朵背的，根本听不见呢。我在厨房呢，你说你对着那个鞋箱子，那喊谁呢？啊？以前呢，我还夸他，我说他笑么磕的哈、啊，笑啥了？他对谁笑了？上外头笑去了，回来就拉了那个驴脸子呀！我欠他的我。
天儿回来了，一直等你，累吧？嗯。你说这健身你也得适度啊，这身体哪受得了啊？不行，这以后还是回家吃饭吧，啊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。又被你妈洗脑了？没有，不是。不用解释了，我早就跟你讲过，这个家现在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 什么时候你妈走了，什么时候我回来啊？去。姐，魏亚萍，啊，我实在盯不住了，你赶快救救我吧，啊？怎么着？那地儿容不下咱妈吧？不是，是妈容不下丽娟儿。又可能？哎，这。他们矿工大度好。 就是太勤快了，他嫌娟懒，现在两个人都没法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。哎，姐，你这么着，你赶快想个辙，你把二老接过去，好吗？我求你了。啊？好吧，让我想想。谢谢姐。哎，对了，你千万别把我给卖了，啊，别让二老知道是我出的主意。放心吧，求你的劲儿可长了。行。行，哎。